吃一个麻辣口的小龙虾。它这里边的肉特别肥。基本上多带这个黄。肝里边有的时候会藏着粘液，这粘液洗不掉。好几天没吃啊。带硬黄呢。肝这个地方吃不习惯，揪掉就行了。活珠子，怎么把这块打开？哎呀，好长时间没吃了。这个刚刚加热的时候加热爆了，据说它可以那个延缓衰老，还可以降血糖、降血脂、降血压，还可以减少皱纹，我最近感觉自己皱纹长得太多了。里边全是小籽儿。这个快递我刚拿回来，到我们东。这块是我刚才刷辣酱的，看这里边全是血管。嘎巴虾，
这个虾再不吃又好过季节了。它这个尾巴一吸一个，这里边怎么还带个花腰呢？水煮大猫眼儿。是挺肥的，就一个腊八蒜，看这个里边有没有啥的，一点点吧。再来一个长视频的小猫眼吧，调的还是挺完整的。现在的肥瘦刚刚好，所以说它好调。特肥的时候就不太好挑，它那个黄太满了。小猫眼的口感要更嫩一些，大猫里边的小刺儿都可以吃了，不会有腥味儿。我这一盘两袋的量，嗯，什么东西蹭头发上？